挑战家里藏人的语气跟女友说话。哎，你怎么回来了？你站着干嘛呀？不是，我们去遛狗吧，走。遛什么狗啊？大白天的。不是，那我们是去，要不要去吃饭吧？走吧。我刚吃完饭回来，你搞笑吧你？那去逛逛街嘛什么的。你干嘛一直让我出去啊？就想出去走走啊，干嘛的？想去走走啊？啊。怎么回事？怎么的？家里有人吗？没有人，怎么会有人呢？不会有人，怎么会有人呢？让开！干嘛？干嘛？哎，这真没有人，哪有人？你看哪有人？人呢？没有人。哎，实际上怎么会有人呢？没有人。人呢？去哪了？真没有，没有人，没有人。藏哪了？我没藏，跟你开玩笑呢。绿茶，是跳下去了？你不是让他跳下去了啊？没有，真没有。你是跳下去了？我跟你开玩笑呢，哎呀，没有人，根本就。你藏人你、啊？你找到人吗？到现在？给我出来，我的绿茶！啊，还在藏着还？哪有人？你冷静一点，不会有人的。没有人，没有人，你都给我找出个人来。好，那我去找绿茶了啊！好，那我去找绿茶了。